Hello everyone,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unsung command line Ruby. I'll speak in Chinese because I help mor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is. 所以我会说中文. 大家好, 我是John Lin. 那你可以在推特上用 @JohnLinVC 找到我. 那我100%是台湾人, 虽然你看我的样子可能不太像, 但是我绝对是一个台湾人, 对,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好，然后呢，再来，我喜欢吃的东西呢是布丁，对，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我去每个地方都会吃不同地方的布丁，所以我吃了神户布丁，还有这个镰仓，奈良的大佛布丁，还有这个镰仓的布丁，所以去到每个地方都会吃布丁。然后呢，我也是马天狗的编辑，那马天狗是一个每个礼拜都会理论上都会发的 newsletter， 就是新闻报，然后是中文，然后呢就是会讲说软体开发相关的东西。那我工作的地方是 iChef， 那是一个做 POS 系统的公司，那我们做的主要就是 iPad 上面的 POS 系统，还有一些报表之类的。那我在那里是后端工程师，不过呢，这个很不巧的是，它是用 Python 写的，对，所以呢，我每天工作的内容都是 Python。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每天摄取的这个 Ruby 量有一点不足，所以我需要更多的 Ruby。对，所以呢，每当可能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用 Ruby。那我做几件事，第一个是我自己写一个 Ruby， 在 Erlang 里面写的，所以是在 Erlang 上面跑 Ruby。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如果在 Command Line 里面我有机会用 Ruby 的话，我就会尽量用 Ruby。那我们来谈谈 Command Line。 好，大家对 command line 的印象是什么呢？会是哦，这个吗？对不对？这个是外行人一般人的印象，对不对？哇，就是哇，好多绿绿跟黑黑的东西跑来跑去，对不对？不过这个就是电影嘛，通常电影里面的东西高达八成都是假的。那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实际上就长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啊，你有一个一样黑黑的画面，然后很缓慢的在打字，对不对？实在是有一点空虚，一点都不酷。 那我们还是讲一些基础的 command line， 所以command line里面可以做什么事呢？我们这里讲一些基础的概念好了。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执行程式嘛，执行 command， 所以这叫 command line。那这里面用绿色框框之后，就会遵照这个惯例，就是绿色框框就是 command line 的执行的指令跟它的结果。然后前面通常会看到一个前号，那前号就是所谓的 promp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那行，我们就会打字这样子。那 prompt 是可以改的嘛？那最基础、最常看到应该就是前号。然后呢，再来这里这个范例写 echo hello world， 对不对？所以 echo 就是我们想要执行的指令。那 echo 这个指令会做什么事呢？它会把它后面接到的参数在这里就是 hello world 给印出来，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还蛮实用的指令。 好，那刚刚我们看到你会打字嘛，对不对？然后呢，它会跳出一些字出来，对不对？那这里就要讲两个概念，一个是标准的输入，一个是标准的输出。那标准输入就是你在当程式在跑的时候，你在键盘上打的那些字，就是标准输入。那标准输出就是你在 command line 里面会看到跑出来的那些字，还有一个 standard error， 不过我们这里不会讨论它。 我们可以看一个范例，就是呢，有另外一个指令叫做 rev 的，那它会做什么事情呢？它会从 standard input 拿资料，然后呢，把它印到 standard output， 但是呢，它会把你的资料的顺序从头到尾反过来，所以呢，如果你打的是 hello world， 它就会打 d l r o w o l l e h， 就是前后反过来。那另外一个概念呢是 pipe。 那 pipe 有什么用呢 ？pipe 就会把一个程式它的 output 就它的输出传送到另外一个程式，然后当成它的输入。那这里有一个范例，简单的范例就是，如果你打 command A， 然后 pipe command B 的话，它就会同时执行 A 跟 B， 然后把 A 的 output A 的输出送到 B 的输入。那 pipe 的话。 所以这有一个例子，就结合了刚刚两个。所以呢，你可以 echo hello world， 然后再把它 pipe 到 rev，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样跟刚刚直接把这个东西手动打一样的效果。那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pipe， 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 L， 很像小写的 L 或者是 E， 但它不是。如果你们手上有电脑的话，可以看看在你的 Enter 上面那个按钮，通常是在 Enter 上面，不过有些电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是一条直直的杠。然后呢，这里的话 REV 就是会拿到 Hello World 的输入，然后再把它反过来再印出来。那 Camelia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它可以做一件事叫 Show Script。什么是 Show Script 呢？就是呢，你看我们刚刚打了这么多字，所以呢，我可以把我们刚刚打的字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再执行一次。哎，因为它是刚刚做的事嘛，所以它就会重复一次。然后呢，它有一些所谓 Show Script 里面会有一些控制用的东西，就跟我们 Ruby 里面一样，它会有 If 啊、For 啊这一些控制流程。那它当然也有变数。那我们为什么要用 Command Line 呢？第一就是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重复我们刚刚做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的简报是用 Command Line 写的，那我很容易就可以再做出一份一模一样的简报。但很不幸，我是用 Keynote， 所以呢，这个完全没办法重复，对不对？所以 Command Line 特色之一就是可以重复。然后呢，再来，你刚刚做的事情呢，只要加一些变数，可能就可以变成一个你常每天做的事，但可能有些细微不一样，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被收集，然后变成一个全自动化的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些 script 呢也会是在纯文字，所以纯文字众所皆知就很容易收集，然后很容易看，然后很容易编辑。好，讲完 command line， 那我们来讲一下 Ruby。所以呢，那我们来讲 Ruby。那这个 talk 呢，会是这个 conf 里面你看到 Ruby 最多次的 talk， 这个字面上，对，所以会在字面上看到最多的 Ruby。好，那我们看一下现代的人呢，怎么样做一个 Ruby 的 project。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先去 Jim install Bundler 跟 Rails 嘛，然后呢，开一个新的 Rails project 叫 My Project。然后呢，假设我们想要做一个这个部落格或者是论坛，那我们就会 scaffold 的一个 post， 然后还有标题，标题是字串，然后有内容嘛，内容是文字，然后我们会跑 rec db init 跟 db migrate 去创资料库的东西，然后呢，再来我们就会去跑 rails s， 就哎你的网站就跑起来了，对不对？那这是大家可能每一个开心专案都会打的这些指令，对不对？但是呢 ，Ruby 在哪里呢？完全没有看到 Ruby 啊！刚刚打的这些指令里面 ，Ruby 完全没有出现，对不对？那我们平常在哪里会用到 Ruby 呢？有一个指令，我们最常跑的 Ruby 指令会是什么呢？叫做 Ruby 减 V。就是呢，哎 ，Ruby 减 V 会做什么事？它会印出你现在用是哪一版 Ruby， 对不对？这大概是我们全部人里面最常用的 Ruby 指令。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到处都是 Rails， 对不对？因为 Rails 是 Ruby 的杀手级应用，就是很多人用 Ruby 就是因为要用 Rails， 所以其实很多人呢知道更多，比起 Ruby 知道更多的 Rails。 但这个虽然这是现在现况，但是身为一个 Ruby 爱好者，总觉得这个有一点悲伤，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来让这个 Ruby great again， make Ruby great again。然后呢，有一个 repo 不知道谁写的，还可以，你就可以制造这个图，所以你去那边就可以打 make 什么玩意，然后做某一件事 again。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让 Ruby great again，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历史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Ruby 是 Matt 创造的。那 Matt 为什么要创造 Ruby 呢？他是在想什么呢？所以呢，在他就写了。他在有一次被 interview 的时候就说，一开始设计 Ruby 的时候，我想要写一个 scripting language， 那它可以取代 Perl。那在这次的 keynote 上，他还讲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哦，这也是 keynote 才知道，原来这个五号字跟 5.5 号字的名字是 Perl 跟 Ruby。所以他觉得这个 Ruby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当做下一个 Perl。但是大家可能对 Perl 不熟，对不对？那 Perl 又是当初又是做什么的呢？所以这是 Larry Wall， 是 Perl 的发明人。那他就写说，哦，这个在 Unix 里面写 Shell 的程式，这个相当的痛苦，痛苦到让他想要这个开始写 Perl。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结论
Ruby 是拿来取代 Perl 又是拿来取代 Shell，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Ruby 当成一个更好的 Shell Script， 对不对？因为 Ruby 比 Perl 后面嘛， Perl 比 Shell 后面。那为什么 Ruby 是一个更好的 Shell Script 呢？第一，它有比较好的 Syntax， 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 Ruby 里面要某一个东西等于等于零，我要检查 if else， 那我就只要写 if 就好了。但是在 Shell 呢，它要写神秘的 if 括号括号，然后减 eq， 对不对？然后再来 len， 然后最后面有一个神秘的 fi， 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它到底指的是 finish 还是 if 反过来。然后呢，再来，如果你是比数字，很简单。哎，如果你要比字串，它竟然写法会不一样。如果呢，比的是你写比数字用下面写法，它不会过，非常的神奇。再来就是 Ruby。虽然大家都说我们是 dynamic type， 但 dynamic type 还是有 type 才能 dynamic 嘛，对不对？所以在 Ruby 里面，每个东西都有 type， 还有可能是 string， 有可能是 number。但是呢，在 shell 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字串 ，shell 里面没有 type，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字串，有的时候就会有产生一些神秘的、无法想象的 bug。然后再来呢 ，Ruby 这个内建了我们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比方说它有 regular expression。也有网路之类的玩意，我们常用的东西它全部都内建，所以你只需要知道 Ruby 跟它 library 就可以做常做的事情。但是呢 ，shell 里面你需要知道，像是如果你要做 regular expression， 你可能需要知道 seed 跟 grep。那如果你要处理文字，可能要 awk， 还有一大票你可能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有存在的程式。那我们今天会讲一些。然后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指令的话，你写 shell 通常什么事都做不到。就能够echo 来 echo 去，对。然后呢，这些指令太多了，所以有一本书叫 Unix Power Tool， 如果你想要学 Unix 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它超级无敌厚，比你的字典还要厚，它有1000多页，对，可以拿来砸人。好，所以我们就得到结论。那 Command Line Ruby 就是今天讲的主题，就是 Ruby 最开始的用途。然后呢，只有 Ruby 的专家，现在的话大概只有专家。还有这个资深的人会用，一般人可能不太会用 Command Line Ruby。但是呢，用 Command Line Ruby 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每天会做很多事情都用 Ruby 来做，而且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 Unix Power Tool， 就是刚刚那些神秘的指令，我们只需要 Ruby。那再来，我们讲这个怎么在 Command Line 跑 Ruby。虽然这个指令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想真正有跑过的人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都直接用 IRB， 没有人在用 Ruby 配参数的。所以这里的话，右边这个看起来像便条纸的就会是档案，所以后面看起来像便条纸的都是档案。所以我们有一个叫 hello.rb 的档案，然后我们就在 command line 下 ruby hello.rb， 然后它就会跑右边这个 ruby 的程式嘛，它就会跑出 hello world。那这是有档案的情况下，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很懒，你想说我只有这个要印 hello world， 我要开档案实在有点麻烦。对不对？那没关系 ，Ruby 最出名的就是懒，对不对？就是这个很友善，非常的 lazy。所以呢 ，Ruby 也有做到这点。所以呢，你可以不需要档案，就直接跑 Ruby 的程式。所以呢，你可以直接打 Ruby dash e， 然后 put hello world， 然后呢，它就会执行你 dash e 后面的那串指令，那串 expression。所以你不需要有个档案就会跑。但是要小心的是这个。引号，因为呢，你后面的指令通常有空白，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括号括起来。所以呢，要小心的话就是，如果你在外面的这个指令外面的括号用的是大括号，那它就会有时候会跑神秘的这个 shell 的 variable， 所以就会坏掉。所以比较安全的话，用小括号会比较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些神秘的 Unix 指令，然后怎么在 Ruby 里面做到它。所以有一个指令叫 yes。好，有多少人听过 yes 的？哎，也不错，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多，对不对？那yes 会做什么事情呢 ？yes 就会输出一大票的 y， 他就只做这么101件事情。那他到底有什么用呢？就是呢，你有时候会安装一些程式，对不对？然后他就会一直问你，哦，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做那个？你就要一直回答 y 跟 n 嘛，对不对？但是通常呢，你也没要做什么特别事，你就回答一直 y 下去，对不对？所以呢。遇到这种东西，你就打 yes， 然后后面打 pipe， 然后后面接你想要执行的程式，它就会自动帮你把所有的选项都按 y。
所以就会一次全部都搞定，不需要手动打东西，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有的时候会有用的程式。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现在要试的话，要小心，它会它 output 速度超级无敌快，对你可能放按一下的话，大概一秒钟会喷20000个吧。那离开请按 Ctrl C。对，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在 Ruby 里面做到这件事呢？很简单嘛，对不对？我就是 loop， 反正我就一直喷 y， 所以我就 loop puts y， 然后它就会跟刚刚的程式一样一直喷 y。但不要想说 Ruby 跑得很慢 ，Ruby 的版本也是跑得超快的，所以它也会喷一大堆 y 出来。我刚刚试一下这个，我的 scroll 就没有尽头了，所以呢也要小心，一样是让 Ctrl C 出来，跟 Vim 不一样，请不要按冒号 Q。好，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指令，这个可能就比较有名一点点，叫做 SEQ， 它也是一个 Unix 的指令。那它会做什么事呢？你就给它两个数字，然后呢，它就会从前面那个数字数到后面那个数字，所以给它1跟5，它就会从1然后一直印下去，印到5。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用途。那有的时候会有用嘛，你有的时候需要数数啊，对不对？产生一些档案来数数。或者是它其实还有额外的功能啊，它可以 format，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填到该填的地方，有时候会有用。那我们要怎么在 Ruby 里面做到这件事呢？哦，有一个神秘的参数叫做 argv， 神秘的变数叫 argv， 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传给 Ruby 的 command line 的参数，那它会是一串的 string。所以呢，如果我给它，我想要把 argv print 出来，那我给它 a 跟 b 跟 e。那它三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 array 传给你，但是后面的 e 会是字串，所以呢，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但是呢，然后我们看看怎么做，在 Ruby 里面做 SEQ。所以就是，我们先拿第一个参数 argv 0，然后对它做 up to。那 up to 会做什么事呢？就是它会从 a 这个数字 iterate 到 b 这个数字。然后呢，但是它有趣的事情是，它在 integer 会 work， 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它在 string 也会 work。所以呢，你给它 string 的一，它也会 iterate 到 string 的5。那它更神奇的是，你给它 a b c， 它也可以从 a iterate 到 z， 所以还蛮方便的。好，再来 cat 也是一个 Unix 指令，对不对？那它会有什么效果呢 ？cat 的效果就是会画出一只猫。对 ，Ruby 人都还蛮喜欢猫的，所以 cat 会画猫也是理所当然的。好，不是，好，这个这是有一个 gem 叫做 cat say， 是用 Ruby 写的。对，有兴趣可以抓一下。所以呢，你打 cat say， 它就会画出一只猫。然后有那个我们赞助商 GitHub 的 ActorCat。那实际上的是什么呢？实际上 cat 是一个有点无用的程式，就是你给它一个档案，它会把档案内容印出来，印到 stdout。那听起来很简单，那我们在 Ruby 要怎么做呢？ Ruby 要做的话必须要写这么长，实在是有点不太实用，所以你要写 file.open， 就是我要开一个档案，然后就开那个 argv0 这个档名嘛，然后呢把里面每一行都印出来，然后我告诉他说我要印，然后我的参数就是 hello， 所以他就一样印 hello world。 所以呢，但是我们常常要开档案啊，所以呢file.open 这个东西，我想如果你真的要常常用 command line Ruby， 大概会打好几百万次。但是我们 Ruby 非常的懒，对不对？所以它有替代品，叫做 argf。argf 呢会把这个你所有的 argument 都当成是档案的名称，然后它就会帮你把这些档案名称全部都读进来，然后呢还会全自动帮你粘成一个档案。所以你给了它三个参数，它就把三个参数粘成一个档给你。然后呢？如果你没给它档名的话，没有参数的话，它就会读刚刚的 standard input， 然后你一样可以用 each line 去 iterate 每一个 line。 所以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做 cat 的话，不需要跟刚刚一样去 open file， 很麻烦，你就直接用 argf 跟 each line， 然后 puts line， 它就可以把后面这个档案 hello 给印出来。然后呢，如果你给了他两次 hello， 他就会把这两个档案，这个档案印两次，因为你给了他两个参数。然后呢，他也会对刚刚说的 standard in 有效，所以 echo 一个 hello 给他，
它还是会引好漏出来，所以相当方便。那再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又遇到一些这个 minified JSON， 就是黏在一起、没有空白、没有换行的 JSON， 非常难读，对不对？那这有一个例子，就是呢 RubyGems.org， 我们的 RubyGems， 它其实是有 API 的，你可以得到这个 Gems 的资料。所以呢，你看它是 minified， 所以非常还蛮能读的。那我们怎么在 Ruby 里面让它变好读呢？所以我们可以用 JSON 这个 library， 内建 library， 所以我们先 require JSON， 然后呢，我们用 JSON 点 load 就可以把这个 object， 这个 file object 读进来，变成一个 Ruby 的 structure。然后呢，再用 pretty generate， 它就会把这个 Ruby 的 object 印出去，而且是用这个换行之类的换行过的漂亮的版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这个档案就变成了这个比较漂亮、比较容易读的，对不对？那这个是 Caminari， 应该蛮多人用的吧？所以这里面有两位，我们都是我们的 speaker， 一个是这个 Mazda-san， 另外是 Shibata-san， 对，都是我们的 speaker。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 Zach， 还是蛮有趣的人。那去年呢，我有跟他一起去在 Ruby Kaigi 跑步，他们会办一个叫 Ruby 5K 的活动，就是呢 Ruby Kaigi 之后呢，大家会去跑步。对，然后 Zach 想也是蛮有趣的，他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整个晚上的酒，然后呢通宵，隔天早上直接来跑步。你看他跑完的样子，是不是一副快要升天的样子？然后今年也会办，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一个月后的 Ruby 开议。那我们主办的也在这边，对，欢迎大家参加。所以呢，如果我们常常用 library， 就会发现，哎 ，require JSON 这个可能也要查很多次，对不对？所以 Ruby 里面也有内建让你小打一些字的方法。所以呢，你可以跟他说我要检 R library， 检 R 你的 library 名称，他就会在帮你执行你的这个。expression 之前，先把你的 library 执行完，先把你的 library include 进来 ，require 进来。所以呢，我们刚刚在 require JSON， 就会发现，它变短了，大概短了五个字吧。对，但是 command 每个字都很重要啊，对不对？因为变长你就不会想打。好，那我们来看一个 Unix 的这个内建的指令，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常用，就是 CP 嘛，就复制档案，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个神秘的问题，就是你在 Windows 上它不叫 CP， 它是 Kobe， 而且参数长得不太一样。那 Ruby 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这件事呢？有办法，有一个东西叫做 Ruby dash run， 然后 dash e CP， 所以它就跟 CP 一模一样。然后呢，它可以复制档案。对，Ruby 也有效，对不对？那它不只可以 CP， 哇，它超猛，它还可以 MV、MKDIR 都可以。对。好，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呢 ，Ruby 有内建一个 module 叫做 UN， 但是 UN 搭配刚刚的 dash R 看起来就像 dash RUN， 所以完全是误会。其实它是一个 module， 所以呢，它提供了 CPLN、MVRM、MKDIR 之类的一大票你常常会用到处理档案的玩意。那更有用的是，不只在 Linux、Mac 上会跑，它在 Windows 上可以跑，所以有的时候还蛮实用的。然后它还有一个神秘的功能，是它有 HTTP server， 所以呢，你告诉它我要 dash run， 然后 dash e HTTPD， 它就会开一个 webrick server 起来，然后会 serve local 档案。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档案要 share 给别人，不需要 airdrop， 你只要打开这个就好了。好，那再来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呢，这个我想 Mars 可能这个不太喜欢。对，那第一天。Mars 讲这个，他在 Ruby 面最大的后悔就是从 Perl 学的太多，对不对？对的 ，We went too far。所以他什么东西学太多呢？就是这些有一大票前号开头的神秘参数。那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什么玩意。其实有一些也是我随便打的，我也不知道它存不存在。所以呢，有一些比较没人在用的就会被删掉。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好像不会被删掉的，叫做。前号底线。那前号底线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减一前面加一个 n， 变成减 n 一的话，那它就会再把每一个档，再把 AR 在读档案的时候呢，自动帮你把它分成一行一行的，所以后面那个 expression 就会变成每一行都做一次，
相当的方便，所以就不需要打 argf.hline， 这样可以省下十个字。所以呢，一样刚刚的 cat， 所以 cat 你用减 n1 的话，哎，又变短了，对不对？我只要打 puts 前底线，然后档名，这样它就会动，对不对？好，但是呢，前底线还有更多神秘的功能，它会是很多 function 的预设的参数，也就是说呢，你没给它参数的时候，它就会拿前底线当参数，所以呢，它是 put、print， 还有 gsub， 还有 regular expression 的 match 的时候的参数，所以呢，其实你不需要用，也不需要 put 前底线，你直接打 print， 它就会预设前底线，所以它就会把 hello world 给印出来了，所以、欸、越来越短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缩小到五个字，从一开始的超级二十几个字变成五个字。然后我们一样看一开始 REV 的范例，哎，我们有没有办法在 Ruby 里面做这个呢？可以，就用刚刚的前底线嘛。所以呢，我就去 put 前底线点 reverse 就是把字串反过来，哎，这样子我就可以做到刚刚的 REV 的效果了。但是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次要说要什么结果都要 put， 实在是有点麻烦，或要 print？哎，这个我们很懒的 Ruby 也有内建，所以有一个叫减 P 的 ，dash P。那 dash P 的话呢，它跟刚刚 dash N 效果一样，它一样会把你的 argf 分进 dollar underscore， 但是呢，它也会每一行都帮你把 dollar underscore 印出来，所以呢，你的这个 cat 就消失了，对不对？我们从十几个字变成只要括号它就会动了，所以呢，你用减 P 一。他什么都什么程式都不用给他，他就会把档案内容印出来。那再来还有一个 Unix 的功能，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 Unique。那 Unique 有什么用呢 ？Unique 会把你给他的这个档案的内容，把没有重复的地方，就每个东西只会印一次，会把这个重复的部分删掉。那我们在 Ruby 里面如果要做一样事情的话，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 keyword， 叫做 begin。那 begin 有什么用呢 ？begin 就是说，它会在后面这个减一，或者是你任何的程式，不只是 command line， 你普通的 Ruby 程式也是一样，在它执行这些东西，在执行你其他程式之前呢，它会先执行 begin 里面的东西，而且忽略 begin 的顺序。所以像这里的范例就是，哎，我先 put， 然后才 begin， 但是呢 ，begin 还是会先出来，所以 begin 会这个有最高的优先权，会在第一个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在 Ruby 里面一样做 unique， 所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一开始 begin 的时候，先创一个 set 嘛 ，set 就是拿来存不重复的东西，重复的拿来忽略。然后再来这里有一个 set，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function 是 add 问号，大家可能知道 add， 但 add 问号大家应该蛮少用的。add 问号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东西在 set 里面的话，它就会回传 nil。但是呢，如果它不在 set 里面，它就会把东西加进去，然后回传这个 set。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先去判断它有没有在里面再去加，你直接用 add 问号就可以同时达到加跟判断的效果。那 unique 另外功能是可以数数，所以呢，你用 unique 减 c 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里面每一个东西出现几次数出来给你。但是呢，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跟刚刚 begin 搭配的 end。 end 跟 begin 的功能刚好相反，就是呢 Ruby 在这个结束了要收工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大家应该都很累了，快要收工了。那他就会呢，在结束的时候印 end 里面的东西。那就算你把 end 放在前面，他也是会最后才印。然后有另外一个叫做 add exist 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它比较短 ，end 比较短，所以我就讲 end。所以 Ruby 一样可以做到 unique 减 c，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创一个 hash 嘛，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hash 的用法是，你有一个 hash 的时候可以给它预设值。那每次你拿东西的时候，如果它不存在，这个 key 不存在，它就会回传预设值给你。所以我们就对每一个 hash 去把这个字串存进去嘛，然后加一数的次数加一，然后最后再把结果印出来。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 interview 问题，就是呢，假设我有一个 input， 那我想要把每一个里面每一个字都反过来，但是呢，整个每一个字的顺序还是一样，所以如果是 hello world， 我要先把 hello 反过来，然后再把 word 反过来，
但是 hello 还是要在前面，为了要在后面。那在 Ruby 也可以做到嘛，就跟刚刚一样，所以我就去 split， 然后把每一个字分，每个字 reverse， 然后再粘回来，然后一样再把它 print 出来。但是这个也是有点麻烦，所以呢 ，Ruby 还有另外一个叫减 n 的 dash n 一，所以 n 的话 a 的话呢，你加了 a， 它就会帮你再把dollar 的底线分开来 code split， 然后把它存在 dollar f， 所以你 dash a n 一，然后做某些事情。跟你 dash n 一，然后先把 dash f 等于 dash underscore split 一样效果，所以呢，刚刚那个就可以变更短。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结论，这个是这个 command line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大家都应该用 command line， 快点放弃你手上的 VS Code 吧。然后呢，这个 Ruby 不只是 Rails， 对，除了 Rails 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用的。然后这个 Ruby 一行还蛮有用的。然后再来这个，希望 dollar 底线永远不要死掉。好，所以呢，我一开始说这是这个 talk 会是 conference 里面有最多 Ruby 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一样用 Ruby 数了一下，里面一共有172个 Ruby。然后呢，不止这样，哎，我们也讲了很多 cat， 所以我们也是最多 cat 的 talk， 一共有32个 cat。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Q&A section。OK， 谢谢我们的林先生刚刚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进行 Q&A， 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Any questions for the audience？ No， no， no。Don't be shy。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forgot to count another cat。You have a question? Okay, go ahead. Can you use intercom, please? Thank you. Sorry, I hope it's okay if I ask in English. 我国语其实是是是讲的有点不顺了。So you've shown us a lot of ways to use Ruby on the command line. Yeah. But you also talked about using Ruby as a scripting language. Is it easier for you to write a Ruby command than to like do you get to use this a lot in your daily work?Yes, I try to use it, but I'll say that sometimes it goes out of control. So in the beginning, I try to do some simple things. But as time goes by, I want to do more complex things. So the line will go from one liner to like 10 liners and tons of map and reduce stuff. So I use it, but I'll say you have to keep it to a certain threshold.Or you should have converted to like normal Ruby program. Awesome,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one last question. Anyone? 最后一个问题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下一个分享。Okay, no, thank you very much, Mr. Ling. Yeah.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us.Since it's the last one, righ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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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just take it this way. Let's everyone smile. Yeah, one, two, three. Yeah,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